从小在台湾就是叫人家广结善缘，广结，你不说不要结太多缘，会有一些不要结太多缘，是为了你解脱，出轮回。广结善缘是为了传法普度。哦，因为你传法普度众生的时候，一定要广结善缘，没有善缘，没人听你的。然后也不相信你说的再好也没人相信，但是没有，这就是说没有缘不能度嘛。他是说普度还是传法的需要。那我们但是你要出去，你就要避免缘。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力气可以传这个波嘛，讲波的道理给大家听。最主要是你脑子里有一个传法的固定模式，所以你就没有力气说是去传。你觉得哎呀，传法好像就像一个像释迦牟尼佛那样坐在一个地方，弟子们围绕，然后去讲一些很圣深经典，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把这个模式先拿去，就在现在由你做起，起心动念处或者什么按佛的正知界来，然后面对你面对的每一个人，其实已经在传法了。你用释迦牟尼佛来的知界来去要求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包括自己对情感、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然后去修布施、持戒、忍辱、禅定，修六度。那么你的以身作则，你所有的行为已经在传法了，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是一个佛子了。所有的佛子都肩负着传法的使命，就是你的修行就已经在传法了。因为别人看到你就会问嘛，就会说你在怎么了？哎，你说不说觉得哎你挺好的，我也跟你学学吧。那是一种内外的传，因为你先度自己嘛，你自己也是众生，然后你跟别人身边的人说呢，就是你不是说面对很多，你始终面对的是跟你有缘的人。哎，那就像其实说明天我修了很多年，我去传，我也不一定能度到你跟你有缘的，跟你有缘的一定是你度的，而不是我度，我只能度跟我有缘的啊。所以你始终要度你那些眷属，那些眷属就是生生世世的眷属，就是你，就是每个人，你要一旦学习佛法，就是轮你度，没办法。后来他们都是信基督教了。他这一世信了基督教，我也觉得蛮好的。信了这一世信了基督教，可能下下世下下世有一世可能信，因为你这一世也没成道嘛，人家所以才信了基督教嘛。而且他我父亲临终的时候很愉快，他说天使来接他。他也是行菩萨道嘛，就是有时候他不停的奉献嘛，奉献忏悔啊，奉献忏悔，这个是菩萨。但是你要知道，那种奉献无止境的奉献，有时候也很辛苦的。他真的是背着十字架在行走啊。如果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就说假如说过去十年二十，很邪恶，那么行菩萨道的那就是说奉献啊，他只是讲奉献奉献。何时是个头啊，你又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你的奉献别人是看不见了。就像以前我们说个离峰精神啊，说离峰搞笑，把离峰作为一个就是怎么可能呢，离峰那不是就是傻子就才代名词了才。所以正向的东西人们是反而是不认可的。那这个时候你的所有的菩萨道的精神奉献啊，如果像基督教这样讲奉献，他真的是很苦难很沉重，真的像耶稣一样每天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那个奉献会钉上去。但是佛学的奉献也是菩萨道嘛，也奉献，但佛学是有空性正见的。他说我空人空法空，他带着空性正见这种奉献，他就能游戏毕竟空，他会慢慢的通过修行就不在意了，他会破掉觉受。如果你没有这个正见，你的奉献那一定是牺牲，那一定会牺牲，会布施，那真的叫布施了，把自己给布施出去了，都很苦，很辛苦了，不停的奉献，不停的奉献，人家不回报你，你不是很辛苦？但佛他有空性这些，他《金刚经》就讲说，你是虚妄的，他也是虚妄，就叫空性嘛。所以这个奉献菩萨道就不成为奉献，就成为你回归那个法门了。所以你看这些教主，他怎么视线会影响到弟子？因为耶稣他就是实现了我钉在十字架上替众生担业障的那种担罪的担原罪的那种壮举，他的弟子一个一个就会钉上去了，因为他觉得那是荣耀，我为你奉献，我受苦是种荣耀，所以他很快乐，他为你越受苦他越快乐，是吧？佛学他不是从这个角度就建立的嘛，他说他为你受苦，他被钉上十字架，他觉得得到了主的救度，他觉得他要上天堂了，他就很快乐嘛。但是那是真的是苦乐同行啊，有时候会有极限的嘛，他又承受不了的时候呢，那这种
不断的奉献就成了表面上的，其实内心就开始逆反了，就嘴上在忏悔，嘴上在奉献，内心就变得越来越邪恶跟变态，就开始其实是内心是反抗的，就是对这种虚伪的奉献的东西就开始反抗了，就是抵触啊。所以西方有很多变态的，就是那种就是被这种表面上的这种道义上的东西束缚的太死了，而且他看到了更多的，因为人毕竟是有七情六欲的，更多的表面上说是奉献精神有一堆的，但是内心深处很邪恶，然后做着见不得人的事跟勾当的人，慢慢他就变态了，对基督的教义他就会迷惑。他们自己就说他们就是因为他自己不见钱才去信上帝，但是他又忏悔，他认为忏悔了明天我就无罪了，基督把我担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是你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你忏悔了的你就没罪了，你有印记的，你内心里边有印记的，怎么可能没有呢，是吧，它会影响你未来的所有的行为跟说话方式。但佛学在这一块就是讲得很透，你忏悔啊，你怎么能消除这个印记啊，过去的生生世的印记啊，它的经典里边包括这个般若智慧里边全部在解阐述。所以释迦牟尼佛真的是很伟大，他的智慧真的是蛮伟大的。佛学最高的往下看，破了佛像，破了众生相以后呢，所有的教义，包括基督教，包括颠簸，所有的，它只不过是因为如来是本性是无形无相的嘛，那这个所有的只不过是不同层面的教导，不同层面的视线的教导。但是耶稣有没有这样一件事，说被钉到十字架上，其众生担了罪？这个在人的修行过程中是存在的，存在这么一个状态的，就是也有可能有的人会这样做，为众生，在他还有觉受的时候，他真的是就那样视线的，就那样视线了，而且真的是被钉上去了，只不过是在这个世界表演一下，有那么一回事，在生生世世的我们的轮回里，有人会为了你的，我们地球生命的可能是一个。今晚或者是很多原因吧，有人会这样做，有些菩萨会这样做，或者有些基督教的他叫基督教也罢，叫菩萨也罢，叫什么都不知道，有人做了，有人做过，那个时候他就是你的空性智慧再高，但是他有受的时候他就是苦，你也不能说他不苦啊。但是所有的只是不同，在修行这个解脱的不同的视线，他是也给你看的，有这么回事，给众生看的，只是让我们激起有这么回事而已。我们那里有些师兄就也有得癌症的，就他们在得这癌症的时候，就他们会在想，或者是那些师父也会导演他们，你这个得的这个病就是替众生在担忧。但是对那个修行者来说，如果他自己不能鉴别，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修行到什么程度的，这个有待考证了。就是如果真正去注视大家，他修行到某一个程度了，有些东西真的是在阅历里边被注视着，他寥寥分明，就是一清二楚，你哪一件事情你做的是为什么做，为什么做。但是为众生也罢，为自己也罢，但在那个层面上已经不分了，他又无我相、众生相，他到底是为谁在做？他那是他该做的，谈不上为众生做、为他做，因为他无我了嘛，他达不到这种，他只不过是宇宙时空里边在真空里边不断的实现了种种这样的一个救度。那所有的那有没有天堂地狱呢？在基督教这个层面上，那有天使啊，或者是那他这样的，假如耶稣去这样子传教，那么这样子传出来一个时空，就在那，在这个时空里会有这样一个时空出现的，这样也是个世界，因为所有的世界都是幻觉，都是人的意识创造出来的。如果有一亿个人或者是两亿个人去相信耶稣，相信上帝跟地狱，那他这个时空里就会出现这样一个世界，幻境啊，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就是存在的，有的人就会看到这样一个天使在这里生存。那佛这样子说，有个极乐就有极乐，那佛说有娑婆就是，那如果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说有一个阎王，有一个地狱，你也会，你要是真的信了这种理论，你就会掉到那个时空里。时空在这个世界无量无边的时空，你去进哪个时空，看你信哪个，没有问题啊，哪个都在。
但是我只是说告诉大家，全部去看过的时候，你再选择呢，释迦牟尼佛是最高的，掉进其他的你出来你还得折腾，哎，就并不是说他们就错了，他也有他的道理。嗯，老师也就是原来信基督教的人，我们在投胎回来，因为有过那样的经历，可以可能更容易接受，还是就没有这个法缘再去信？看他生生世世的是信基督教的，还有就是说他是否这很多事也信过这个信过那，我觉得不一定，都不没有定论。你这样没希望，所以再不要去碰。但是你放心，人是最终会觉醒，想回归生命的源头，他最终一定要，他要心里有归宿感，他的心要安心，这才是人最重要的。就不管他在哪个教里边，他也想安心，他也想心灵要归宿。那一旦这个要求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人一定会寻找到让他安心的东西，或者是归宿感。那他哪个宗教让他能够安心，哪个归宿，他就会回到哪，那一定会慢慢回到最高的教，万法归宿，最后回到最高的。他要出去，最终哪个最高，他一定回哪个。他一定，即使他学过低的，就算一个学了初中课程、学了高中课程的时候，你让他回幼儿园上，他不去的，他一定最后找到那个博士生导师，否则是受不了他，是吗？就没关系的，就是觉醒的种子熟了没？我觉得这个时空差不多了。其实大部分人有的还是求个福报嘛，就是学佛，很多看你求啥呢？很多人是我在这个世界求鸿福啊，求福报啊，求满足我的一个愿啊，或者是求家人平安，或者是以什么还是什么愿望来相信佛了，一生一世啊。但最终，你要是真的想爱释迦牟尼佛的东西解脱的话，那你一定是求心安的归宿，求心灵的归宿，要回到心里边安心，彻底安心为止。啊，你想安心，那你肯定要解脱了，就这样，彻底解脱了。那你肯定要成佛，没有其他出路。